据哨兵报告，昨天夜里，你们之中有人进了餐厅，偷吃食物是军人的耻辱，必须要接受处罚。你们当中有谁愿意承认吗？注意，五号、七号出列。如果有人证明你们昨天夜里偷吃过玉米饼的话，你们愿意承认吗？报告长官。 昨天夜里我是吃了玉米饼，可我没进餐厅偷过。把这句话重复一遍。我保证，我没进餐厅。大点声！我保证，昨天夜里我们没有进餐厅。难道玉米饼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？偷吃了玉米饼还在诡辩，这就是你们中国人，是这样吗？报告长官，我们。你。